它不像是其他能力，比如说什么兔子的斧头啊，然后比如说什么飞刀啊，然后也不像是什么冲刺二连撞啊、魔王的扑啊那种的，就比较反常一点的。我会觉得他是最顶的走路鬼啦。那如果起点你们觉得不算走路鬼的话，那最比较适合打击倒了的走路鬼，那应该可能会是什么小丑之类的，会好一点。有点卡卡的，最近玩这种吸人类型的杀手都会有点卡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走路鬼等于把人类六破头的鬼。OK， 我懂了，那是我的问题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起点的确不算是走路鬼。这塞贝尔好可爱哦，好喜欢这塞贝尔。慢慢走。他怎么还在慢慢走？他一定不知道我在后面看他，他在看左右，你知道吗？好喜欢这塞贝尔。内鬼，怕蝶蜘蛛哦，也蛮有可能的。你这样讲是对的，因为的确他是猎物，所以怕蝶蜘蛛这一点应该是对的。哎，我刚好剩一点点哎，我是可以做到扣99这件事的。我看见他会不会害怕而进柜，好不好？搞不好他会啊，我们试试看。可恶！忘记扣那个塞贝尔一点点啊，吸得太开心了。哈哈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永山，走就过啊。在这边机器学习帮不上忙的某一部分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为了想要踹小屋那几台，因为这边机器学习就没有做到事，然后被修两台，还蛮亏的。机器学习要比较容易跌到，应该是要把它当做钓鱼，而不是当做控发电机，或是把它当做牵制。就有一台进度特别的高。但你在人类面前直接给他修，直接给他踹下去，人类会怕，会不敢修，当做一种牵制的作用。那我现在有点想要踹个隐身出来，可是好像没什么机会踹。啊，你看这台进度也蛮低的，说实话，踹了不是很合适，那就踹了吧，为了拿。隐身嘛，对吧？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带个蜘蛛的啊？感觉好像真的是应该要配个蜘蛛的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你看他们都一直在进，一直在进柜，我这个配蜘蛛比较方便啊。好啦，没关系啦。反正我们杀我们的，对吧？啊，你看这个塞贝尔，防了一整场，然后突然发现，不对啊，这人没带蜘蛛啊！
啊，翻了一场场，发现哇，这人没带蜘蛛，灰烂。但我必须说啦，他这样打是对的，真的，他这样打其实是算是很合乎逻辑的。啊，没注意到兵友，兵友都是私下偷打，拍谁？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可能没办法看，我都是私下偷打。如果你对兵员的内容有兴趣的话，可能看不到也是这一点。反正我全成就了啦，所以我现在在努力开 DVD。欸，他还补血，我永山你补个毛啊！第一次看到打有人打永山补血的，他有特别扣了个九九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扣九九，你就别补了吧。我们四处寻一下发电机，然后看一下要不要踹个隐身，再可以踹一下，一次把四个技能都踹下去。OK， 这个人他一开始就看到我了，他直接开始跟我马拉松，但这里都没板，运气有点差哦，这人。这边我们直接回防偷袭怎么样？我是隐形跳的，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来。哎，哭啊！他怎么还有反应到？我的拉贝呢？我就这样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像个变态一样。我的拉贝呢？对对，我就这样偷摸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哎，其实不太好看。哎，哇，永山的大胜利耶！他们真的太害怕墓碑碎块那些的了，太害怕了。永山的大胜利，师爷，我来了，师爷，师爷摸一下肩膀。Hello， 走出光啊！啊斩啊，对吼，我很顺利的就把他摸了，抓去挂。我又忘记了。没有，这真的会忘记哦。我已经玩了七年这个游戏了，七年我都是把最后一个人抓去挂的。你突然要我说七年我可以，你突然要我说我今年可以把最后一个人斩掉，我还真的会忘记啊。怎么样？手剑摸一下，手剑摸一下，真的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哎，可恶！我竟然没有卡好他吗？我以为我卡好他，他可能会手剑摸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没卡好他。不够胖，下次会吃胖一点。啊！太抽象了，想象不到。